OK。Yes, DJ。这是傻小。这是什么？很废，我可以边一旁边跟你们讲话，你可以分享我。那礼拜上个礼拜，什么时候上课？上次上课的时候，我一边尿。不要讲到一半静音好吗？哎、欸，又走了，又走了，又。就不行，我们真要加你 IG 哎、欸。好啦，那你们有跟男朋友吵过架吗？有啊，那怎么和好的啊？他如果爱你，就会和好了，不然嘞？什么？哦，我跟你说，志颖是一个很自卑的女孩，志颖都在等男生来哄她，她就说你就不要来找我啊，跟狗一样。哇，跟狗一样，真照真照。你才尊重一下人家嘞、欸，人家超可怜的、欸，人家都很爱你，然后你还在那边我小。你可以把我讲像绿茶婊吗？害我没有那么绿茶。绿茶婊长得正，好不好？他们说绿茶婊是指外表清纯，但靠引诱男性出卖肉体。外表清纯，我觉得外表很清纯的、啊，很纯不清纯，但很纯。你说怎么样？很像大麻一样很纯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大麻会上瘾，你不会，很清纯。他是我们的分类婊子，像像跟你们关。我只要公斤婊、啊。然后绿茶婊会，绿茶婊会觉得自己不胖，但是会发文说要减肥，是谁？我们不行，我们要推一个人下锅，就齐静也就这样。哎，齐静会说他的话，他明明就画得很好，然后说我画的画好丑哦，这样。不是，每个人观感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很，你会觉得自己很胖，自己很丑一样，这意思。没有，我没有那样觉得，我没有那样觉得，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很胖啊。你们这我也没有觉得自己胖丑啊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嗨，没有啊。我觉得我们可以邀请那个人上来，然后说你需要感情咨询吗？然后问他说，就可能说你有另一半吗？啊，最近跟另一半有什么困扰？他分享跟另一半的趣事之类的，不是那个趣事，是另外一个趣事。什么姓氏？不是啊，白痴哦，这边。十八禁博主，你看，我觉得当、okay. 我觉得我很适合当十八禁博主。好，他就想要我们问他来，知影，我们来问你，知影，请问你自己另一半目前的姓氏如何？知影，我快卡在本垒，本垒是查表，让你说 A、欸。你们后哦，我怎么快哦？天哪，等一下，母汤，我要去买东西啊！我的天，什么啦？他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，你什么问题？说跟你。我就只跟他亲，除了抱抱、牵手抱抱、亲亲之外，还有什么没啦？就这样啊，还有什么？那个啊，没有啊，本垒的东西啊，你刚讲的。啊，我觉得不行哎、欸，还没成年，所以他在他成年了吗？好像有哎、欸，但是我不想。所以你觉得你会跟他？还是你会留给下一个？我觉得我不会下一个新欢。我觉得我不会。那请问你预估一下下一个新欢会在什么时候交到？大学，哦，哎，你知道我上次问之一，之一说，哦，我想要大学去参加联谊，所以我想要在大学之前分手。哇，我有听过这个言论，我有听过。哇，如此狂妄啊！应该这样说，我觉得跟我在一起自由度蛮高的，耶、yeah。因为你根本不理人家，你把人家当小狗，不是跟狗一样，不是。干，我是说他跟狗一样可爱，我没有说。哦，好啦，好，让你圆，让你圆。我跟你讲，之一买的黄本的题材都超乖，会有男生怀孕的问题。没有，我没有买那种东西。你没就有，你明明就有，你刷那边啊哈？我没有买啊，就有。没有啊，我没有买男生怀孕的、啊。怀孕？没有啊。有，就那个什么老师把他抱过去，然后说什么？天哪，他长出鲍鱼了！我还看到那个东西。Oh, shit！ 反正棉花是屁诡异，我就喜欢嘛。哎、欸，所以你现在当画家到底赚多少钱？我吗？对，几万有了吧？哇，都给我包养，包养我，包养，求包养！你才请吃饭吧？搞什么？我激动，我激动了！要包养我了吗？要包养我了吗？什么啦？就是一张就一千多块啊！你只要画差不多十张，好像就有几万了。哦，三千块部分还在那边说要请吃饭，该请的人是你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直接在餐厅作画、啊。边画边赚钱，我们吃，我们在旁边吃，然后你画。
喂，我们可以喂你啦。哎呦，嗨呦，哎呦，我们要开心的，我们要快，你要再加进来。啊？你有感受到我们的热烈欢迎吗？大大欢迎你，他们只觉得你很帅。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他脸。对啊，他直接没有露头哎、欸。你可以换一张露头照吗？我说，嗯，黑人猥亵，不要，不是、啊，对不起，没有，不是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不是，只有你会想到那种龌龊想法。我关闭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